涂上特调面糊的 Oh My God 斯里兰卡虾在油锅里炸得滋滋作响，等到面衣变成金黄色后就可以起锅。 接着放入四川干辣椒和花椒等多种辣椒爆香拌炒，这道风暴虾就大功告成。我觉得它的虾膏多蛮多的。来自斯里兰卡的 Oh My God 斯里兰卡虾不止肉质 Q 弹，鲜甜爽口，更是虾界的姚明。因为它的肉身长度就有32公分，直逼成人手臂，重达500公克，但一只就要1500元，要价也不便宜。本身因为它肉结实，所以你比较不好，就是让它入味到。 所以我们烹调方式的话，选的话就是比较让它有入味的方式啊，它会比较好吃。 主厨把调味过的 Oh My God 斯里兰卡虾用金门高粱高温烧灼提味，就是因为肉比较厚，需要更有味道。特色虾种还有宜兰的葡萄虾，因为虾膏偏紫色而有这样可爱的称呼，但因为珍贵稀少，一公斤就要1000元，甚至有钱也买不到。带有紫色的葡萄虾，还有身体超长的 Oh My God 斯里兰卡虾各有特色，也拥有不少死忠爱好者。三立新闻徐世林、张佩瑶台北报道。